上头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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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孩啊，高亮，什么出什么月呀、啊？这么用劲儿？我怕你醒不过来，不是吗？我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？你挺好的，往这一躺，有人给扇面风，有人伺候着，那连里的兄弟都羡慕死了。说实话，我跟您说，你这个呀，后边还得再手术一次，然后你得把脑子切开，把里边那个脑浆再给你搅一搅。像神经病一样演个戏，你爬那么高干啥呀？你会飞啊？还是你摔了不疼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要是连长，我就处分你。啊，你小子这是冒进的机会主义，懂吗？你别动了，你歇会儿行不行？高亮，你去过动物园吗？你看见过饲养员怎么喂老虎、狮子的吗？怎么喂啊？正常喂呗，啊，不然还摆个桌上桌吃啊？什么老虎、狮子呀，都是猛兽，在野外啊，都是靠自己的爪子跟牙齿把猎物给撕碎的。这什么该吃，什么不该吃，都是有讲究的。啥意思啊？这到了动物园，这饲养员把肉都给他们切好了，方式方便了。这时间长了，这些猛兽啊，也都不会捕食了。我一把，你老实待会儿行不行啊？我敢说呀，你傻人躲着。我跟你说，这军队就是这样一只猛兽，如果长期不砥砺他们的爪牙，战斗力就会消失。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自己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可时间长了，真的也变成假的了，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啊，行，我是明白了。我说每回跟你小子打对抗，我怎么都觉得有点吃亏呢？啊，合着我把你当亲战友，我处处手下留情，你把我当阶级敌人，你到处都往死揍我是吧？行，龟爷，我正式通知你啊，从今以后，在争夺江南征同志革命友谊的战场上，我再也不手下留情了。你听到没有？啊！我吹死你！我一天给我上课，我让霍深。